嗯，放。啊，邀功是什么？他的功他老公啊，我不讲啊。功了。啊，对啊。哎 欸，小友赢过你。哇，他整我，他整我，他切我。然后你上去的路还被我堵住，真好用。我看你从哪上来，我都可以从哪就下去。我就绕超远挖上去。别这样！哦，不好意思，还是你看，哦，哎，好痛！快速下来有嘛！条路啊？这怎么还没跌上去，有一个人摔下来？这里怎么有一条路啊？这里是哪里？怎么有人挖39层呐？哎，中间挖了没？还有皮克哎，中间有人换镐去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还没有，我还不够10块钱，我还差1块钱。哦，小雨，哈哈哈，不是小雨，你我换，我要去挖中间。哇，皮克，你好胖你！哈哈哈哈，验一遍，验一遍。一拳，中路比较重要哦。啊！我帮你补楼梯，怎么帮你拆楼梯？我都有录影存证呢。啊，不然这一层不是你的吗？不是啊，你刚刚拆的地方是我楼梯啊。哎呦，中间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而且我有 end pool。中间什么？中间200块啊，60。那我们现在过去吧。我挖了，我挖了。我就说我有。你是不是也想邀功啊？有的。你是不是想着邀功？我还没有看过中间，哎，前面有人的屁股哎。那你有看过邀功吗？没有，不认识不认识。那有看过瑶宫吗？啊，瑶宫。那有看过瑶兽吗？瑶。瑶到底是攻还是守啊？那你知道造谣的意思是什么吗？造谣。造谣。造谣。就是瑶他妈妈造了瑶。对啊。谁要造谣？他妈跟他爸。对，造了一个谣，造谣是这样。那你知道遭殃是什么吗？哇，你讲好开心哦！你不知道遭殃啊？你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啊？遭殃啊！不是不是，你要说正常的意思，还是你们在笑的意思？我们一直都说正常的，我们都说正常啊！你怎么正常啊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会这样？是有人笑得太开心了，不是没有笑口常开啊？走路走着遇到泱泱啊，遭遇到泱泱啊，遭殃啊！对啊，对啊，真的。泱泱那里想的是什么？我们不知道啊。等一下，遇到人不能用遭遇，遭遇是不好的东西哎。你为什么说自己是不好的东西？你不要这样子啊！好的东西啊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不要这样说自己。不要这么看不起自己。对，自信跟自卑都是自己给自己的。对。张瑞就是讲不好。从现在开始，每天吃一个布丁，好不好？我玩游戏遇到遭遇在，我很高兴啊，对啊，很爽哎！那我们这边特别奖励。布丁怎么了？啊？你到底想干嘛？他一头问号。干嘛？坐着。他还没反应过来。哎，你穿睡衣服就可以嚣张哦。布丁。一天一布丁，开心办办着来。开心发大财。开心发大财。发大财。哎，没黄金哦，有了有了，熊好少，差不多可以上去了。我挖完中间要回家，回了100年。你说挖挖果挖冰，熊猫戴耳机吗？熊猫戴耳机，刚刚是团团果团团冰。啊，我说熊猫戴熊猫戴耳机，啊，他们听成熊猫戴耳机。熊猫戴耳机。熊猫戴耳机，你没塞哦，你就戴着耳机啊，你是熊猫，对啊，对啊，没有说他们拼的哦，谐音嘛，来努力哦，努力有了，好，你排除间谍，排除间谍，你不是间谍，都是你现在就是要去炸国王了，对，我现在就是有遇到妖功了。
你知道我们刚刚为什么一直去想去炸你吗？我们去炸你才能排除那个。我先炸你，然后回来就说哦，那个巧克力不是间谍了。那接下来想要不是间谍，就必须要炸一个团团。我刚也没有抢，我抢不到。那也是你，因为你想抢才看到啊。没有。干嘛？那是我的。啊！你选小雨很坏、欸。我知道，我看到的。哇！你知道我刚才卡到怎么被我抢得到的？你干嘛？你也想抢啊？讲你也是不小心就讲出心声啊、欸！都想抢啊！对方入侵、啊哦、，OK OK。有啊有啊，清回去啊，清回去、啊。我觉得你比较擅长啊，你比较擅长。哦、没有没有，你可以，你可以。你比较长，你比较长。你那个夹、啊、嘴巴有夹子夹过的比较大。没有，过不去的。听起来比较有感觉。对，丰厚。你不要了。我去医生，你剪一下。你剪一下这个。哦，太多了吧！我现在捡到了。哦，小玉，你这个垃圾！你是垃圾吗？我说，你这丢了很多垃圾。你是积了很久、啊。是不爽很久了。不是等很久了。太过分了。哎、欸，你都挖不到黄金的衣服。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？我现在脸也超黑。哇、哦，杨。你这边刚不挖啊、喔？没看到。没关系，我看到，我帮你挖了。金砖，金砖哇哇！哇我叫他回头，然后挖给他看。你不挖，那我挖。你看，这是巧遇，巧克力遇到金砖了。啊，巧遇！哎呀，这是巧遇，巧遇遭殃。哇！所以有都可以上去吗？哇！嗯，干嘛？你也挖不到啊，辅导作者。干嘛？你自己下去啊，有事。五百秒了，剩一百。哦。小雨是间谍，他在跟人家做私下交易。哦。好，双手举高。他收了对方给他的牛排。哦、oh, oh, ，我拿了四块铁啊，我只要一个铁而已。哎、欸，抓！杰克，你覆盖太高了、啊。对，有点太高了。哦哦哦！间谍，杰克，我是你。不，我不是你，就炸国王了。炸！我就赌你不敢炸啊。我就只有一张嘴，对啊，我在这里啊，来啊，炸啊，来啊，一张嘴，一张嘴，嘴，谁在炸我们？小狐狸，嗯，汤啊，小狐狸，我们奴隶只有二哦，看有没有人可以删一下啊？哦，反正炸了。哇、哦，你们各种六六六啊！有耶，加分！到底是多爱我？不要挖我脚下，走开！就是爱你才挖你啊！爱你呀、啊！就是、只是对你的爱呀、啊！我觉得好多好可怕，你去找哈基，去！我走了，我走了。都推给哈基啊！刚好遇到他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被看到了。你真是怪怪的啊！他开战了，他真的去找你。哟，挖到！哎、欸，我们直升机有人接上去了、哦，好快啊！哇、哦、哇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按摩猫、啊，我的中介珍珠啊，忘记啊！嘿、哎，中介的钱、哎、有，已经挖到了。对，好，小狐狸在挖直升机哦，嘿、哎，我要去花钱喽！哎，双杀，好，干掉我，干掉我，两块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没有带手榴弹拿，我只拿铺路的，哎，免打小天后。他是比克、哦、连打比克，他拿木剑、嗯，我站着给他打，打不死我。哇塞！比克又有一个，比克你瞅瞅瞅，你是大魔王，他是连打教派哎、欸，哇塞！哇！我想说，我上不来，他可以杀了我，等他等了一辈子。为什么又有一个左手拿剑的人啊？左手拿剑，那、啊、他右手拿劍？哎、欸，对，他左手拿剑。
右手换盾，左撇子吧，左撇子他特别调那个左右的那个，对对哦。你瞧不起左撇子吗？不是，因为上一次左撇子那个很夸张哦，有点害怕这样子啊，看到左撇子都有点怕，左撇子霸凌了你是吗？对，左撇子那个 PVP 都很猛。哎，国王，哎，是不是？我在门口，我在家里门口。那你国王感觉要死了，快这样子，对啊，就是左撇子。那你要啊啊啊，国王。我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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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他死了，他死了！哎，一堆左撇子，你要那种垫脚石？哇，是谁啊？分一些垫脚石。是谁从我头上跳下来？你刚谁摔了个纸坑？纸坑，就来了。王星，我们要努力耶！我们缺三。我看时间结束了，哎，他又来了啦！哎，我们直升机的小狐狸有小朋友哎，超针对，还没吧？不知道哎，我在，我在看到直升机残骸，那怎么那么没有钱啊？那两个人啊，我也在挖钱，他们这么可怜，没有朋友，一定要来找我玩。好吧，给你们，给你们，快跑！假的，骗你们。救命呀呀！针对好，针对吧。哎，这个我记得啊，上次很凶那个。哎呀，救命！头发，头吗？是吗？吗？不知道。跟头发软硬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没影响，没对。哎，我没有钱买。不是，没有干掉一个，干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叫什么名字的？你知道是刚刚那个哦。他拿了我的盾走了。哇哇！我要看一下。我记得不是啊，土大作者。对啊，这里很凶了，这里很凶了。舞蹈作者，你要去哪里？哎、欸，直升机又说，哦，那票有玻璃片，我的妈呀！哼，金燕萍是谁啊？燕萍是谁？燕萍，把燕萍三个字全打错，哎，好强！这三个字很像一个女生的名字，真的、啊。找个燕萍，他怎么不打这个金啊？好猛哦！对啊，很猛哎、欸！我要去钻研。他怎么不打这个金？是吧？就更像了，就更像了，对啊。完了，他的学校的绰号变金燕萍了。完了！等下说那个想要找燕萍的人来了。没事哈。你找到燕萍了吗？好，那个 JI 三以后叫燕萍了，你完蛋了。燕萍直接点名。他的名字是不是直接英文切中文就打好了、啊？哇，你是很无聊是不是啊？在框框打了。J I 三，好气啊！哦，居然测试这个口臭泥 C P 三，无聊哎。燕萍，燕萍，我看到燕萍了，燕萍在找我。燕萍，燕萍在闻着我的口臭。等一下，燕萍的名字直接翻叫我很烂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我刚刚想说这名这常常不是，他是燕萍啊。不要说他不好。哎，国王哎，可是我就木剑。小友们一前一后。你知道他背后？哎，对，哎，我的金苹果回来了。所以他是用新注意。你为什么偷我的金苹果？对。等下，你拿稿子杀人？拿副手。是，他拿副手。可以用稿子打死。没有，真不。怎么厉害？小你。到底是谁往下多挖了啦？没有平，29元。哇，燕平，是燕平吗？燕平又来了啦！燕平，我们没有在叫燕平的。燕平，你要去哪？又来呀啦！燕平，别走了，你走了，燕平。他真的是强力推销燕平呢。燕平走了，嗯，燕平掉下去。燕萍掉下去了，我们燕萍好难追哦。我们努力还是只有二哦，很穷。好，我等一下上去升。
如果等一下上去还没升到三阶的话，然后就一辈子都不上来了。对，等到他跳一辈子就跳到了，跳到三阶之后才上来。隔壁有人来，怎么在修啊？然后上去还要说，不是你们下面是不是在打起来？都会发火的技能，辅导作者在用。哎呦，哦，他在用那个火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最喜欢火了。对啊，小朋友才用火，小朋友，小朋友才用。啊，大家很开心，谢谢我是小朋友，谢谢喽，谢谢。